影片给我删掉。有必要这么生气吗？发现私密影片被外流，温真菱气到落泪，而渣男薛士林的处理方式更是让人超傻眼。很漂亮啊，干嘛？给你拍一下。是把我们的影片传给你朋友看。你不是答应我你不会外流的吗？没有外流，那些人都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死党，我们就是在一个群组里面，而且他们都把他们的影片传在里面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真生气哦。生气起来样子真的很漂亮。叫他们把影片给我删掉。有必要这么生气吗？怎么样，刚刚没穿的时候就可以被拍，现在有穿了就当剩女了。我同意你可以拍摄，不代表你可以把影片到处散布。没有，干嘛呢？哎，好好，不要碰我！好，不要碰我！好，不然这样好不好？不然这样，我也把我朋友看到你朋友的传给你啊。真的会告死你。